双鱼运动时女人为什么要发出声音啊？今天我就把女人的这个小秘密啊告诉你们，点个小红心，不然我怕你们以后找不到我了。根据研究证明啊，有2%的女生在亲密的时候呢，通过自己的声音加快整个亲密的过程，缓解亲密过程当中的无聊尴尬。因为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并不觉得愉悦，只觉得无聊，想快点结束。而有87%的女生啊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发出声音呢，是为了让自己的伴侣啊感到愉悦，从而让他们觉得更加的自信。那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，在和女人发生运动的过程中呢，男人出一身汗，那个味啊真的会让女人兴趣全无的。所以呢，我建议你们啊准备一瓶这个鎏金香水沐浴露，它是以香水为标准制作的沐浴露，用洗澡的方式呢把香味啊锁在你的肌肤上，闻上去呢就像你天然的体香，散发着淡淡的高级香味。不管是天生汗味重还是一出汗难闻的，跟它交流情感前呢用它先洗一洗啊，真的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，每个动作每个呼吸都在散发你的男人魅力。但是啊，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哦，我怕女人太上头了，你营养跟不上了。不信的话呢，那你就赶紧带回去试一试吧。